大家好，我今天煲了什麼湯呢？今天就煲了有馬蹄啦、淮山，跟住呢無花果，跟住呢啲一片片呢就是黃芪嘅，跟住有南北杏啦，加上有蓮子，百合煲到爛咗添，蓮子、淮山，呢、這個湯好好飲。我就是只需要加少少鹽就已經夠啦。我咧就擺一條新鮮嘅淮山啦，四粒無花果，三嚿豬骨，跟住咧黃芪啦、南北杏同埋百合啦、蓮子，都係大概應該都係得加埋都係一碗到。乾貨嚟嘅，加埋一碗到，煲咗成一小時十五分鐘，啲色就已經奶黃色啦，好好飲，好清，對個肺。